让唐海给你把礼物拿出来呀、啊。哦，我你是不是都忘记他们要给你送礼物这个事儿？等一下再说吧。好吧，我先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为了庆祝圣洁，你一直是幸福。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就是以后计划里面都有浩浩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我其实很久之前啊，我并没有会觉得我生命中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影响我的以后，就是因为妮妮是个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是他能就是把我也放到他的世界里面，就说明就是就真的真的有把你当做我的一个未来的规划。因为我出来混了也很久了嘛，就很多不安全的，就是浩就是用就是一步一步就是化解了我的担忧，然后真的就是我以前不断的试探，就是那浩就是真的很爱我，是吧？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都得机会，就无论我怎么样的号，最后还是那丘比特把箭就闭着眼睛就射中了那两个人吧。就我感觉你们不会穿婚纱，穿两个西装就好了。有这群朋友，就我现在是，就我有时候虽然还是会心情很爆，就是有时候，但是我就是这么到了这样，就我生日这个时候，就我朋友都来陪我，然后我对象也在我身边，然后又有你们给我送的礼物，有你们陪，就感觉很美满，就是很美满。就我这一路走来啊，我真的很幸运，就无论是工作。对象还是朋友，就还是大家，就真的很幸运，就是还有我很庆幸，很荣幸，就是能走到这一步，就是有你们，有他们，有你，就可能上辈子积的福还蛮多的，然后这一次就走的比较顺利吧。就这样，你这里是不是很酸？酸痛，好酸，我的眼泪。我是不是还有很多礼物啊？来去按摩，是不是还有很多礼物？没有，哇，最后几个，哇！谢谢娜娜送的霓虹闹市，谢谢十元送礼花筒，很多人礼物都没到，还没到是吗？好了好了，我等下再拖下去，我跟我朋友们玩的时间就不多了哈。然后我就12:55下播吧。谢谢莉莉子送的霓虹闹市，谢谢月亮和太阳送的浪漫买银，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谢谢突破变的贝送的心动丘比特。他这个爱心全部撒到我脸上。那我看见了。我明天几点播？我明天可能跟朋友们玩，就可能不播了。现在好好招待朋友，可能招待上他们。要拆木乃伊了吗？我要不就是我现在迅速的把后面的礼物都拆完了，就因为有些粉丝可能知道自己的礼物到了，然后在等。谢谢隔壁小暴送真爱你，谢谢菲比。幸福的机会。这个，谢乌拉罐罐。乌拉罐罐。看看，把礼物拿上来吧。画这是什么？老公，这是什么？画，这是我们俩握的手吗？喂、嗯，好用心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想必是奶奶送的吧？我不看信，我都知道这是奶奶送的，是吗？哦，不是，我猜的不对吗？是吗？哇哇！You can really dance。就是推广吗？图、就是唐凯送的生日礼物。我以为是巨资。真的是巨资吗？买的什么呀？借钱，借钱的书，也就没什么了。你在给什么打广告吗？就感觉很像哈。谢谢乌拉乖乖，谢谢乌拉乖用小润照。后天会，后天会。我不是给德芜打过广告的。唐男儿舍得去巨资买礼物，快来看。谢谢唐送的神秘飞机，谢谢一流送的真的爱你，谢谢 You Can 送的熊猫滚滚，哇，你好可爱啊！这里面包装是啥样的？谢谢隔壁小豹送的挚爱明珠，来看看。哇！
生日蛋。哇哦，唐凯的生日礼物。杨给你准备了一堆零食，咖啡乌梅。我们同一天生日，完了祝你也生日快乐。怎么样？哇，什么？哭泣！哇哦，希望我们谈谈以后不会哭泣，好吧？当然不会哭。买这个礼物的时候有哭吗？没有。希望以后谈谈就是天天 LB， 因为毕竟孙浩他那么喜欢带我另外一副哭泣，所以我就干脆买一副送给你们了。我好久没有。我还以为谈凯写了一封信，我就说谈凯怎么可能会写信？谈凯是不会写字的。唐凯文凭有点今天哭泣基金代言人，哎，别人的礼物呢？其他人的呢？谢谢。我还说要配一个帽子。哇，谢谢你。跟我瑶瑶送给我那个搭呀，对，就很搭。那儿，对，就是一起戴上。哇，名贵的毛织啊，毛织，嗯。没有一点戴不下，我有点小了，我把它放大一点。还有我们的手手，手手。准备准备着下播了，我准备着下播了。剩下的礼物，后天拆好吧？后天拆，我要和我朋友们去玩了。我差不多知道要叫些 MM 出送的浪漫的车型，以及喵唱的球里三。谢谢大家，未完待续的礼物，我接着拆。木乃伊太大了，你们能不能拆一下这木乃伊啊？现在接下来跟小包送热气球，但我怕把里面给划伤，看看再划。玩得开心，好的哦。你划伤了谁？哎，这墨镜真的不错，这墨镜真的不错。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我划伤了赔了几颗，划伤没有，他几个工资很高的，比我还高。对呀，刚刚工资很高。梅子，哇，也是考拉。看来你还有游戏机呀。也是考拉，小考拉。哎，没有刀。这个怎么？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我上一次也有粉丝送的纸卷，那个纸卷是除了这样子看，它是可以打印出来的吗？就是特殊木乃伊是啥？是带来的应该是游戏机，就是它包了它的木乃伊。这是谁送的呀？我来看看。哇，还有好多这个。哇，给你们看一下这木乃伊。带的是木乃伊哈，等一下，多多少少有点暴力了。麻烦去那边拍几张照片一下。麻烦去那边拍抖音一点。哎，这个刚刚拆那盒，的粉丝没有写名字哎，在外面。
还有写快递小哥，轻拿轻放，谢谢。哇，好用心啊！这是谁送的呢？啊，好像没有写名字哎。他说很谢谢你哦。好，我再看一下这个细节。我靠，这搬家的时候难搬呢。天哪，撸！哇哇，好牛啊！接机啊！我的天哪！怎么想到的呀？我的天！哇，谢谢戴戴了，下血本了。明天有东西玩了，这是要通电的是吧？这得好好研究研究吧。看他怎么还搞了个发型啊？谢谢戴戴，谢谢戴戴520。好了，姐妹们，就非常感谢你们，就是陪我过生日，然后我现在要去陪我的朋友们啦，然后就拜拜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很感谢。跟大家道个别吧，一起下，我去那边吧。谢谢呆呆送的小心心，谢谢李李子送的，真的爱你。道个别吧。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 ，say goodbye。道个别吧。丹丹 say 拜拜，奥 say 拜拜，曲杰 say 拜拜，丹丹 say 拜拜，丹丹 say 拜拜，丹丹美丽回眸，哦，好寒哦，要 say 拜拜，哇，大美女 say 拜拜，唐凯，香香大贵姐，香香 number one， 香香 number one， 香香 number two， 香香 number three， 香香 number five， four， I'm 香香 number five， I'm me。Channel number one of me。好，姐妹们，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然后我要陪我的朋友们啦，拜拜。